各位巴莎新榜样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本期的新榜样宋卫龙。剪刀手的萌龙龙 SWL， 卫龙喜欢猫还是狗？自己养宠物，我都喜欢，其实，但是我都想养，但是工作原因问题吧，可能怕照顾不到它们，就还没有养。长腿恩娜说，对于自己长得帅又努力又暖心又认真又谦虚有什么想法？你能这么认可我，我觉得很开心。不想尝试上海的哪种小吃？葱面，有一个叫什么葱面的，葱油面，葱油面，对，蛮想试试的，因为我比较喜欢吃面。平时的穿衣风格是什么？简单干净。粉丝做过的最让你感动的事情是什么？就是我过18岁生日的时候，当时在横店过的18岁生日。记得生日那天有各地来的粉丝，都有国外跑过来的，就是还蛮感动。过生日。跟大家爆料一个自己的小怪癖吧。喜欢抱着枕头抱着被子睡。最近的口头禅是什么？好吧，我的口头禅一直好吧。好吧，最近在听哪首歌？最近在听 李玖哲的夏天，因为夏天听完之后还蛮舒服。那可以给我们哼一句吗？嗯，可以给我们哼一句。大概是这个，对对对。你现在最想请谁吃饭？为什么？我现在最想和家里人一起吃个饭。自己也算成年了，我觉得爸妈从小就照顾我，因为我们家三个人，所以说爸妈从小就照顾我们，挺不容易的。夏天能忍受没有 WiFi 还是没有空调？没，忍受不了没有空调，因为关了 WiFi 还有 4G。